一峰，能跟你重逢，能被你爱过，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事情。只是，我们注定是一对无缘的恋人。与其被命运拆散，我宁可选择自己先离开。所以，请把我给忘了吧，回到属于你原本的生活。 只要你过得幸福快乐，也许有朝一日，我们会在快乐天堂前再度相遇。可惜你怎么那么傻呢？没你我怎么可能幸福呢？ 可惜回来没有？可惜，这，对不起，我要找可惜。哦，喂，一芳。对呀，这孩子。你说。 你是不是跟可心又说了什么，或者做了什么，他为什么突然离开了？我怎么会知道？他突然跟我辞了职，还说要助我们幸福，我也是一头雾水呀。他辞了职，你为什么没跟我说过？我怎么跟你说？这段时间你有机会让我跟你说到话吗？一峰。 你怎么了，一峰啊？妈，爸，可心和天磊的房间都没有人了，两个人的东西也都没有了，他们两个是不是去私奔了呀？这怎么会？你说这两个孩子怎么能这样呢？他是兄妹，他们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呢？气死我了！这事不是真的，可心他不可能那么做的。哎。 一凤，事实就摆在眼前，你怎么就不相信呢？我早就告诉你了，他们两个人在骗你，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？我一定可以找到小心的，一定。哎，一凤，妈，这过的叫什么日子？ 算在这住几天？花花还紧。你自己一个人怎么在这儿？一峰呢？吵架了啊？这事儿不用你管。我不知道你为什么离家出走。 但作为哥哥的我，没有理由让自己的妹妹一个人在外置之不理吧？这样好了，从现在起，我闭嘴，不跟你说话，你就当我是空气，好不好？
你好吗？等一下，你不能待在这儿，你赶紧走吧。凭什么你能待这儿，我不能待这儿？因为一会儿一峰就来找我了，你在这待着，就是一个大灯泡，你知道吗？大不了待会儿他来了，我上沙滩去睡呗，不会妨碍你们吧？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？真饿了。经理，我看今天就到此为止了。你已经找了一整天了，还没有吃东西。再这样下去的话，在没有找到乔小姐之前，我想你会累垮的。再到游乐园那儿绕绕，说不定可心在那儿等我呢。那是他最喜欢去的地方，说不定他正在快乐天堂那儿等我呢。现在就去，总经理。我说现在就去。好的。你觉得爱情像不像这回力镖？啊？只要心系着对方，不管爱情曾经离得有多远，他都会回来的。上楼睡吧。你能不能再陪我坐？哥，你是不是特意来陪我的？谢谢。真的谢谢。我在想，如果没有你，我真的很害怕，很寂寞。谢谢。你这个小丫头，从小就怕黑。如果不陪你的话，就会担心你是不是又躲到哪儿哭去了。你呀，就是个麻烦的东西，上辈子欠你。那你为什么不问我，一峰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来？他可能被公司的事耽搁了吧。再怎么说，他也是个大老板啊。所负责任不是我们这种市井小民能够体会的。不过他不来也好，至少我不用睡在沙滩上了吧。睡吧。可心和天雷两个人离家出走了。什么？
怎么，你不知道啊？我以为一峰都告诉你了。慧媛啊，你也别生气。我想经过这次教训，一峰才会知道谁才是最爱他的。真的难为你们家天力了，受了那么多委屈，还不叫苦。我真的好心疼他。对了，慧媛，我想这样也好。趁可心离开，我们赶快把一峰和天丽的婚事办了，免得夜长梦多。是啊是啊，还是你想的周到。我们尽快举行他们两个的婚礼。好啊，请。哎，好，再见。妈，怎么样了？方阿姨她怎么说？看来呀，你跟一峰的缘分是上天注定的。没想到事情会这么顺利。真的吗？那当然了。可是，可心她为什么会突然离开呢？她真的跟天雷哥走了吗？天雷也是的。他怎么胳膊肘总是往外拐，老是跟我作对。管那个臭丫头呢，她这次走啊，最好永远都别回来。妈，要是没有你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傻丫头，谁让你是我的女儿呢？只要你过得好啊，妈妈就开心。妈，你真好。对了，我知道有家餐厅不错，我请你去吃吧。好啊，那我今天可要好好的宰你一顿了。妈，走吧，走。今天下班以前，把割麦场的分析报告给我。一峰，妈，你怎么来了？有些事情我想跟你落实一下。你先出去吧。好的。你坐吗？这是什么？筹备婚礼的资料，包括婚纱公司、结婚场地以及酒席宴客的名单，我请秘书都整理出来了，你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。我认为上次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不用我再重复一遍。我回来是为了公司。你还要执迷不悟到什么时候？你说我不愿意去了解可心，可我认为是你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。现实就摆在眼前，乔可心根本就是水性杨花的女孩子。这下子好了，她又跟她哥哥跑了。你说像这种女孩子哪一点值得你如此的留恋呢？妈，请你不要再相信外边那些谣言好吗？可心她真的不是那样的女孩。我不管她是不是，总之帖子我已经发出去，婚礼我已经准备好了，这桩婚事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都已成定局。那既然你已经决定的话，还来问我的意见干嘛？视力都衰退了，还做些手工活干什么呀？你刚才说什么？我刚才说什么了？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？知道什么呀？
你是什么时候知道我眼睛的事的？可心，这样很好笑是吧？明明几乎是个瞎子，还说自己看得到，冷眼看着我，走路东摇西晃的，还睁着眼睛说瞎话，这样很有趣是吗？很有趣是吗？我没这么想。可心，我们回去吧，回去接受治疗，接受治疗就可以活下来。眼睛看不见有什么关系？就算你眼睛看不见，你一样可以过得很幸福。但是你一定要尽早的接受治疗。你就想让他们把我的眼睛摘掉是吗？这样我就医治不了眼角膜了，我就再也见不到一峰了。吴妙，那万一一直等不到眼角膜移植的机会呢？难道你就永远这样躲下去吗？傻丫头，如果你不及时治疗，延误了病情，那你就永远没办法跟范一峰在一起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我当然知道，所以我才要离开。我不要成为一峰的包袱，我不要阻碍他的前途。我要我在他脑子里是美好的。这就是你所谓的爱吗？你自行决定了一切，你有没有考虑过范一峰现在的心情？范一峰现在满世界的找你，找到他快要发疯了。难道你不觉得这样对他也是一种残忍吗？你不愿意跟我回医院的话，我现在马上就去找他。我劝你，你不听，他的话你一定听吗？哥，我求你，你别去，我求求你，你千万别告诉他，我求你。如果你不想让我告诉他实情的话，你就乖乖的跟我回去接受治疗。我可以向你保证，不到必要的时候，不让他们动眼球摘除手术。与其坐以待毙，还不如勇敢一点，去面对问题，去解决问题。放心吧，我会一直陪着你的，好吗？要对我这么好，我一个人再而三的伤害你，你为什么还要对我这么好？为什么？哥哥照顾妹妹，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儿，就别想那么多了。专心把病治好，好吗？明天我们就去医院。好吗？
手术费、治疗费，我想几十万跑不掉。具体情况你得问院骨科。要是接受手术治疗，他能活下来吗？这我不敢保证。如果不是患者坚持的话，现在做眼球摘除手术是最好的办法。就算是你现在已经开始雷射治疗，也不可能根治。他的视力能够维持多久？根据目前的病情，我想应该撑一个月，甚至更短。因为这个患者5年之前出过车祸，剧烈的撞击导致了眼角膜损伤的加剧，所以他的视力会这么快的衰退。车祸？可心，医生怎么说？下个月开始进行化疗。那医药费呢？医药费你就不用管了，你就好好接受治疗，把眼睛治好。可能这个过程有点难受，但你咬牙坚持，好吗？今天外面天气不错。想出去走走吗？想去哪儿带你去吧。我想去游乐场。走。已经来到壁画前了，是吗？哥，你怎么了？你哭了？我没哭。你看你，还说让我勇敢一点，你也要勇敢一点吗？虽说我的眼睛很快就看不到了，但是我还可以用手摸。虽说我的眼睛看不清楚他了，但是我还知道他在这儿啊，甚至闭上眼睛，我也可以完全感受到他完整的模样。
所以哥，你根本不用为我感到伤心，好不好？哥不难过，我们一起学着坚强。你再一会儿，马上回来。别走开。打我！你凭什么打我？我打你算便宜，我真应该杀了你。你和沈美峰都应该去死。你知不知道你到底做了是什么事情？你知不知道你到底造了什么孽啊？我又做了什么？我又做错了什么？你看，你把可心害成什么样子？你看看，你到底在做什么事情？你这个女人太可怕了，你的行为简直不是人。可心，可心她怎么了？你们两个不是在一起吗？啊！你给我听着，如果可心要有什么事儿，就算她原谅你，我也不会原谅你。你给我等着，就算你是我亲妹妹，我也会放。什么嘛！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莫名其妙。是我，哥，快带我离开这儿，我不要一峰看到我。可心，你真要这样永远躲下去吗？一峰快崩溃了。就是因为这样，我才要不让他知道我即将离开人世，会随着做傻事儿。我不要让他这样，我不能让他这样。可心，你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儿？我好担心你，你知不知道？
如果我肯画假画的话，你们愿意付多少钱？经理好。王珂，哎，你最近和可心联系过吗？没有啊，我一直联络不上他。他发生什么事情了吗？我要知道还会问你吗？喂，妈，是我。可心好像出事了。昨天哥发了疯似的来找我，说如果可心有什么事的话，他一定不会放过我的。可心他一定是出事了，妈，怎么办？你急个什么劲儿啊？这可是好消息啊！最起码，可心这会不会出来破坏你的婚礼了？倒是天磊，我们应该想个办法防范一下，别像上回一样。你等一下啊，我这儿有插播。喂，你好。100万？好啊，没问题，他要多少都给他。但是，你一定要跟他确认交货日期和地点，知道吗？哥，你这几天都不停的画画，是在画我吗？对啊，画你。你画不腻呀？不腻，永远都不腻。哥，我是说如果，如果。我真的死了，我可以用你给我画的肖像当做遗照吗？可心，反正都要死，用你画的画不是更好吗？你以为我眼睁睁的看着你死吗？再说了，只要开刀，你就不会死。我们都不要自欺欺人了。医生都说我存活的几率很小很小，你何必还要安慰自己、骗自己呢？其实，我现在一点都不害怕死亡，反倒是我的眼睛越来越模糊，越来越看不到东西，让我觉得很害怕。我每天早晨醒来的时候都要挣扎很久才敢睁开眼睛。这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在消失，也包括你，真的是越来越模糊了。这种感觉真的让我受不了。说这些干什么？应该坚强点儿。你画半天累了吧？我去给你倒杯水。我去吧。不用了，这点小事我还做得了。
个。你要去哪儿啊？可心，我出去一会儿，晚上回来。哦。别出去乱跑，知道了吗？嗯。饭菜我做好了，记得吃，别饿着。嗯。我一会儿就回来。哎，哥，今天天气不是很好，你要早点回来。没关系的，今儿雾气比较重。嗯，拜拜。拜拜。画呢？看一下。钱呢？什么事儿？锦城先生，我想单独跟他说两句。好吧，长话短说。多谢。你明知道警察已经在追查了，为什么要铤而走险？我需要钱，我急需50万。为了50万，你就铤而走险？徐天雷，你到底是疯了还是傻了？你为什么急需那么多钱？可心呢？他是不是跟你在一起？他现在人在哪儿？他现在什么地方？
这就是我找你的原因。我是为了可心来找你的。不过在告诉你之前，你最好做好心理准备。到底怎么回事？你要说什么？可心得了咽癌。错过了雨季，便要走。